不用吧，不用吧哈，不用吧，这边就可以了哈，这就很够了。真的哎，没有比较。真的好大。那要叫我吗？要。我都在说，它是阿妈种的，等级吗？树那个豆薯啦，豆薯，阿妈种的豆薯，什么都没有加的，啊，它就这样啊，被阿妈种一种就长这么大一颗，啊，这么大一颗，好像还要用怪手挖，是吗？对啊，用怪手挖，对，用怪手挖的。阿妈有机种植，有机种植什么都不放。除了自然的东西以外，有机肥啦。Yeah. 阿妈只用有机肥种的。阿妈还说不知道放哪一面啦，就还会看到像有动物的脸那样的。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就这一颗啊，可是不知道到底是放哪一面。你翻翻看。还是阿妈就是说这一，痛。还是阿妈就说这一面啦。爸爸帮我啦，很重哎、欸。你转过来嘛，跟他转啊。啊，这里也不是。对，阿妈说他还有下巴。对呀、可是到底是哪一面啊？你去请阿妈来啊，阿妈种的，你去请。不要紧啊。